相声大会节目一场接着一场，哎，这场到了我们二位了。嗯，上台呢，每一对演员都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是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哦，您没必要吗？因为我觉得我很火。我比烧饼都火。哎，不，您哪来的这自信？这是，人烧饼专场，您比烧饼还火。是啊。人家的专能体现得出来啊？怎么体现出来？我刚一下火车啊，沈阳北哦，主动有个男的就跟我打招呼。说什么呀？鞍山本溪抚顺铁岭有走的吗？哎，这是拼客的，知道吗？他跟谁都这样。谁说的？怎么呢？他跟烧饼就没说。哎，为什么呀？烧饼坐飞机来的。哎，对，那儿没看见，就是。就说啊，确实啊，可能我相信呢，认识我的观众不是很多，还是不认识。刚才是玩笑话。嗯，说实在的，说相声这么多年了，观众朋友们认不认识我，我心里还没有点那什么数吗？哎，对，够悬的啊，哥。哦，差点说出来。哎，对，好吧，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嗯，我叫尚九锡，我也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。哎，师承郭德纲。啊，说完我了，赶紧说说边上这位老师。哦，到我了，何九华何老师。哎，哎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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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去？这是回家。哎，嚯，刚来沈阳北就回家了？反我家近，我家抚顺的。四十分钟就到，对不对呀？啊，待遇比我好，确实啊，年轻的演员，嗯，大伙儿能听得出来，我叫尚九锡，他叫何九华，我们俩名字，名字中间都有一个九字，嗯，说明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同科而入，同科而考，一起考进来了，哎，而且很巧，报名的时候啊，他就在我前边，哎，我头里考，那挨着，啊，工作人员拿着一纸儿。下一个面试的啊，嗯，何九华，哦，叫我了，进来吧。嗯，当然那会儿师傅收徒弟，亲力亲为啊，他都到，个个都要自己把把关看一看。嗯，他呢战战兢兢的就进去了，我也好奇呀，考试是一个怎样的流程，扒着门缝咱就看吧。嗯，看了一个满眼，哦，都看见了。他一进去之后往那儿一站，我去，嗯，不光是郭德纲啊，嗯，全在这儿呢。哦，都在，先看看这都有谁吧。嗯啊，中间这是郭德纲啊，主考。我去，嗯，活的，嗯，压根儿也没死啊，这电视里出来了啊，难得。哎呀，活的郭德纲啊，边上这谁呀，啊？这边怎么冒烟儿呢？冒烟儿？哦哦，于谦于老师。哎，对，嗨，我以为自焚呢，这个。往这边再看看啊，这谁？这能耐大？怎么？这个会倒立？我绝活啊，这屁股对着我呢。哦，啊，看错了，岳云鹏啊。哎，对，嗨。我这眼神太差了，这边瞧瞧吧，啊，看看这是谁？谁？认识？啊，孙越，孙老师。哦，岳云鹏搭档。再看，嗯，孙越，孙老师。高啊，孙越，孙老师。哎呦，我孙越，孙老师。啊，没了。哎，没了啊！啊，好，孙老师顶墙了都哈。自己看了半天也不说话，师傅也看得出来呀，嗯，孩子多少有点紧张。哦，孩子甭紧张。啊，想考德云社呀？叫什么名字啊？自报家门，说说吧。嗯，呀，嗯，说话了。哎，对，真是活的啊！问你呢？啊，问我啊？我叫何九华。啊，我的名字。啊，嗯嗯，嘿嘿，多可爱！师傅一看，孩子还有点腼腆。嗯，想考我们德云社，带没带什么简单的才艺啊？能不能展示展示？哦，才艺展示。啊，嗯。郭老师，我什么我也不会。哎，啊，哎呀，这个孩子什么都不会。是，留下来吧。哦，嗯，做一个捧哏演员。录取了。我这趴着门缝看半天。那是。这叫考试啊，门槛太低了，这个这太简单了啊，下一个就是叫了我了，我这踏实多了，大大方方往里进吧。嗯，同样的话师傅也是问我，孩子叫什么名字呀？嗯，我说郭老师您好，我叫尚九锡。哦，啊，高尚的尚，当然也是时尚的尚啊， fashion。 哎，对啊，然后中间有一个九字，再有就是这个西字，西是康熙来了的西。嗯，当然不可能是拉稀的西。哎，对，多新鲜呀，这就说这是我的名字。
为了给他加深印象嘛。哦，师傅说啊，这名字取得不错，叫上九溪啊，有什么才艺吗？简单的能不能展示展示？嗯，会不会背个什么贯口，背个什么报菜名？哦，基本功。其实我当时准备了很多的才艺表演，但确实不会这个贯口报菜名。嗯，当时我就说他让我报菜名。嗯，我报菜名那么多名字，随便说吧。随便说。哦，报菜名，我会过老师。哦，我给你报个菜名。真自信。八珍肘子、猪蹄、猪耳朵，哎，各式香肠，五香鸡头、鸡肝、鸡小胃，哎，还有熏鸡架。哎，这嗨，不是你吃过什么报什么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这个版本跟我们不太一样啊。哎，对，他开眼界了。反正我就家里头楼下市场总放这个。哎，对，就会这个，跟那没关系。孩子有没有其他的才艺啊？能不能唱个歌啊？一般呢都接触一点曲艺的东西。嗯，啊，唱歌我会。郭老师，我不光会唱歌，我还能给你唱个美声。哦，美声唱法。啊，美声的调门特别的高 啊，不太好唱，给郭老师唱唱。你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好，差不多啊，练练发声去。开始啊。哦，开始唱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？他妈的，去你娘！哎，我是长颈鹿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你没听过什么美声吧？是不是？还什么？再来一个考着试呢？就是，师傅听完之后，孩子啊，很无聊嘛。哎，这很。太没见过这么无聊的啊！这歌唱的多少差一点，会不会其他的什么才艺啊？展示展示。我说我还在带着节目呢。嗯，我说我会模仿秀。哦，模仿。我能模仿很多的艺人。嗯嗯，给你举个例子吧，我能模仿有一个情景喜剧叫《我爱我家》。啊，《我爱我家》里边有个角色是爷爷，大高个。哦，文星宇，老头。对对，我能模仿这个文星宇。嗯，师傅说模仿他的人不多见，简单的你来一个，我们尝尝听听什么意思。还尝尝。师傅好说这话。嗯，当时是这么给他模仿的。啊，其实呢之前准备了词儿，但是一紧张忘掉了。哦，这难免呀。但是啊，就说啊，状态我还是学得上来的。嗯，当时就想起他来了。哦，因为他在我前面考试嘛，当时就这么学的。啊，我叔叔和九华他爸爸。不是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你考试你提你我爸爸干嘛呢？这说相声不都总爱说谁是谁爸爸吗？哦，占便宜。这是啊，师傅一听多少有点这个意思。当然你说了是模仿秀。哦，肯定不是模仿一个人，还能模仿其他的艺人吗？嗯，我说我还能模仿奥巴马。哦，美国那前总统啊，当时还在任呢。对，我说我能模仿奥巴马，一个黑人的总统。嗯，师傅说那行，那给我听听什么意思。哦，英文的，外国人不太好模仿。嗯，也是何九华他爸爸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这会一文星宇全是我爸爸是吗？师傅当时的反应很尴尬。那是啊，玩我呢。哎，这个不是你模仿秀，你就模仿一个人啊。啊，我说郭老师，那咱不玩笑，考试是很正经的，我确实还能模仿其他的人。这么着吧，模仿模仿这个唱二人转的这帮转星们。哦哦，东北有东北 F 四。哎，对，对不对 ？F 四。哦，当时随便找了这么两位。嗯，一个是刘能，一个是赵四。哦，这俩最有特点。模仿了一个小桥段。嗯，两个人通电话的这么一个过程。哦，刘能大家伙都比较的熟悉，尤其在沈阳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秃子，说话结结巴巴的。走路也很有特点，像过火焰山一样，就比较烫脚啊！啊，一走路这样的，还真像。最近我发现我家里有点事啊。怎么？就我怀疑这刘莹他妈和老四肯定有事啊。最近家里这电话费太贵了。哦，我得问问老四怎么回事。喂，老四。啊，就是赵四儿。我问问你。嗯，就是我家的电话费最近咋这么贵呢？老四。呵，这费劲呢。赵四儿得接电话啊。啊，那边过来之后，赵四儿啊大伙儿也比较熟悉啊，嘴一抽一抽的。嗯，一接电话这样。亲家。亲家。
庆姐，不用说你，庆姐，就你天天拿着电话，就你天天，就你这么打，那么电话费能么不贵吗？电话费，哎，对。当时简单的就学完了，哦，模仿了啊！师傅觉得啊，很是惊艳。嚯，这个孩子天赋异禀，那留下吧，学他妈二人转去吧。哎，不是，合着你考错了是吧？没要，哎，这还白表演了，白忙活了。啊，你说啥？当时准备了这么老些，没收我。之后呢，后来陆陆续续的又考了很多回，哦，现在留在德云社里边说相声了。嚯，咱也不是说，你看看前面也是陆陆续续的多少位这个说相声的，尤其这个逗哏演员，多少都有些才艺，都能唱啊，能演啊，能模仿啊。嗯，因为我心里有时候真是不平衡。你说像他们这个捧哏的会什么？天天就往这一站，往这一杵，怎么了这个？腿他都不露，怎么工作就这个状态啊，跟推个餐车似的。这劲儿上的货还不少。不是，怎么不是我心里不平衡？你看我考试忙活那么半天没要，他那一去那儿，我什么都不会留下来了，多烦人呢。不是，那也不至于说这话呀。不是，就说你们没有这个能力呀。你说你们天天往这一站，跟台上啊，对，是，哦啊，去你的吧！啊，你把最后一句去了，跟毛片配音一样。哎，不是也没有这么说话的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们没什么话，到时候大家伙花的钱挺老贵的，坐下边听相声。你说花这么贵的钱，啊，那是他听先生听相声不花钱还挣钱，这你说对不对？不是，多可气！不是你这话太损了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我知道捧哏逗哏分工不同。嗯。逗哏需要展示的机会更多，是啊，但不代表我们捧哏的什么都不会，知道吗？会什么？怎么我们也能逗哏呀？对不对？站在桌子外边几句话，到照样能让大伙儿捧腹大笑，底下欢乐的海洋怎么不行啊？你快拉倒吧！怎么了？ 你还站着？你给大伙儿欢乐的海洋？对呀，你往这一站，你呱呱呱一说，下边全都吐了，搞得跟现场集体怀孕一样。这。不，我要这么大能耐，我就让大伙儿怀一次孕，知道吗？这个不是你没这个能力，你逗不乐大伙儿。甭废话，今天在沈阳，同着各位观众，我逗一回，行不行？真是，你看看，都这么想吐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敢不敢？我给大伙儿逗乐了，知道吗？就你非得站出来。对了，我去，太意外了。甭意外，来，进来，来，进来，给你这个展示的平台。嗯，我也有腿。哦，我现在是个捧哏的了啊！你捧哏，哦，找找捧哏演员的那个状态啊。哦，不对不对啊，捧哏的正面给大家。哎，正面，对，就这样啊，跟个海报似的。哎，这什么话呢？还来海报给大伙儿领领掌。哎。哎。不是，现在是我表演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表演，你捧哏，好，那是，嗯，开始啊，开始吧。今天呀，换我给您说一说，哎，你说你们怎么想的？相声呢，讲究四门功课。你说他会什么？说学逗唱。前台票我估计也不便宜，这个说就不好了。你跟下边啊，这个得说个这个。听他说，说完之后了，哎，我看有一玩手机的吧？不是，手机那有网吗？哎。不是，有网你给我连热点。哎，你没日子说了是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是捧哏啊，我逗哏。是啊，往这儿一站，别说话，别搅和。我没搅和，你就往这儿一站，这哎，就跟那个要死的状态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他们愿意听谁听谁呗。哎，那不行，摘着听嘛，还摘着听不行啊？你别说话哦，不让说话，听我的。好，我给大伙儿逗乐了嘛。不行，说话哈啊。今天呢，我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呢，讲究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。这个说就不好来呀，不是你是要死是吗？你是嗯，干嘛呢？你这儿配合你呢？怎么就配合我？你不让我说话吗？啊，不是，那不是不说话也不行。
也得说，嗯啊，这是，哎呦嘿，去你的吧，也得说，知道吗？你看看，承认了吧，就拿这套词儿骗钱呢。哎，哦，就你刚才那条话，就那些平时你们说那个玩意儿，我还得往里头塞，是不是？本职工作，哦、好好，该说说，知道吗？好，好，明白了，明白了啊。今天呀，对，换我是相声，没错，没听说过，说去你的吧。不是你们回来。不是什么玩意儿就走啊？不是说完了？什么就说完了？你那套词儿说完了，我就能下班了？不是把这一套词儿说完就下班？您这嗯啊这事全在腮帮子上是吗？那你什么意思？不是咱俩得有对话，一来一去有对话吗？得有来言有去语。对呀、啊，还得是即兴的。是是，话跟在你后边啊，子母哏的吗？你还懂子母哏呢？这就是有一种 freestyle 的感觉。啊，对对，即兴的，即兴的，对对对，来来来来，好，这行吗？给你捧着，好好给我捧着，明白了。嗯，老不忘这状态，你这、嗯、辛苦您了，辛苦辛苦不了。那天啊，我上您家了，上家上家不了。啪啪啪一打门，打门打门不了，打里边出来人，出来人出来人不了。哦，我一看不是外人，我们家没外国人。对，嗯。是你媳妇儿，我大嫂子，大嫂子，大嫂子不嘞？哎，我一问呢，你不在家，在家吃谁去？我就走了，走吧。我就走了，你走吧。我就走了，啊，你走吧。我走了。是啊，你走吧。不是你也走吧，行不行你？又生气了？多新鲜，半死不拉活，这是干嘛呢？这个这不哪句都给你有下句了吗？我知道有下句，有点难伺候了。多新鲜呀！怎么了？捧哏全这么捧，哪个逗哏的也逗不乐大伙儿。你逗不乐大伙儿是没有这个能力。您什么意思？同样的词儿换成我了，大伙儿就必须得乐。不是一模一样的词儿，大伙儿就能乐喽？你能逗乐了，这就是能力。来。真是来，你看自己就回去了，还是这儿舒服。我跟你们，听着啊，嗯，辛苦您呢，辛苦辛苦不嘞？昨儿到您家去了，到家到家不嘞？啪啪啪一打门，打门打门不嘞？打里边出来一人，出来人不嘞？我一瞧不是外人，俺家没有外国人。你媳妇儿我大嫂子，大嫂子不嘞？说你不在家，不在家，我就进去了。就进，嫂子，过来玩会儿啊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早就想叨你一口了。叨叨叨叨，不，这什么话？这是乐没乐？是乐了。对呀，你就进去了。那进去了，那不行，一模一样的词儿，你得走。我得出去，我看你怎么逗乐啊！啊，换换换啊！说你没在家，没在家，我就出去了，走吧，我就上大街了，上吧，过小巷了，过，我就坐地铁去了，坐，坐地铁碰见你爸爸了，碰见他爸爸下半身都没有了，没，还在那走路呢，嗯、拿俩砖头。你们在地铁有时候见过他爸爸、啊、这样啊？走，哎，来，哎，行行好啊，谁给我点钱呢？一场无情的雪崩摧毁了我的家园呐！啊，你如雪的新书包，有人给你拿，谢谢好心人。哎，对，乐没乐？还有掌声，听听这掌声，我听不见，大伙来拍起来。看看这掌声，看看观众这情绪，你看看，压都压不下去。哎，多新鲜呀！这收，哎，嘿，啊、多简单啊！我爸爸下半身没了啊，在地铁里要饭呢，你们就乐是吗？不是，那我要说你爸爸打脖子以下就没了，更可乐，知道吗？甭废话，再来。是，不就残疾吗？不就。辛苦您了，
辛苦辛苦不了。那天我上您家了，上家上家吧，啪啪啪一打门，打门打门，打里边出来人，出人出人。我一看不是外人，我家没外国人。你媳妇儿我大嫂子，大嫂子不嘞？我一问你不在家，在家吃谁去？我就走了，走吧。我穿大街，嗯，过小巷，过吧。我上地铁，上地铁，我碰见你爸爸了。不能，你我爸爸死了。平时不愿意说这个，不是，掌心，啊，你爸爸死了，死了。其实我爸爸也死了，我忘说了，你这玩意儿，不是再来再来，不就死了吗？不就这死了吗？辛苦您呢，死了，嗯，你有病啊？什么玩意儿就死了？死早了。辛苦您呢，辛苦辛苦不了。昨晚到您家去了，到家到家，啪啪啪一打门，打门不了，打里边出来一人，出来人，我一瞧不是外人，没外人，你媳妇儿我大嫂子，大嫂说你不在家，不在家，我就走了，走吧，上大街了，上过小巷了，我坐地铁就碰见他爸爸，他爸爸下边身没人拿砖头，一瞧，我不能，阿西，我差点滑过去啊。不能，我爸爸也死了。哎呀，你爸爸死你怎么这么高兴呢？不不不，养儿得计，他是个北京人，房都成他的了。哎，不不，没有高，就我爸爸死了。浮夸的演技，哎，不是，那你甭管，死了，死了，不是不是，我不是最近碰见的，哎，什么事儿？半年前，半年前，对，碰见的是半年前碰见你爸爸，他爸爸那会儿半年前呢还剩半截儿啊，现在是彻底没了，哎，对，半年前，对，哼，我爸爸死八年了，不是，八年了，死了八年了，嗯，哦，我记错了。怎么着？碰见的不是你爸爸，那是你大爷。碰见你大爷，啊，碰见我大爷。对，我爸爸行大，最大。啊、行大行大，碰见的你叔叔。我爸哥一个。你会聊天吗？怎么了？你爸哥一个还行大？你有病啊！最大就是最小。我奶奶把我爸爸当双胞胎那么养活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老太太还精神分裂，性格分裂，啊、你管我呢？啊，不是，我碰见你舅舅了。我妈娘家没人，他们是两个孤儿的结合，是吧？这个红娘是孤儿院的院长，是吧？碰见你姥姥。没有姥姥，没有，碰见你同学，没上过学。碰见街坊，啊，没有街坊。邻居，街坊就是邻居，没有。那一本，我不去国外，没有。没邻居，干邻居。我没有邻居，我要什么干邻居呀、啊？不是，那碰不是你邻，不是你干邻居，不是我算还行了。那些小童，上小西，上小西，干嘛？别费劲了啊！我还告诉您啊，今天为了跟你说好这段相声，嗯，我们家三亲六故都死绝了，整户口本的死。我现在住那个小区都没有人，我白天是来演出，晚上回去就是看坟。你们实在是不了解坟地的生活，特别寂寞，真的。所以我上个月给我买了一个小宠物，一只蛆啊。特别不幸，今天早上我冲马桶给我这个小伙伴送走了。我现在身边都没有喘气儿的。啊，太幸福了，真的。何九华，你是人吗？怎么不是？你说个相声，你本儿怎么下这么大呀？你怎么还有这超能力？你碰谁谁死，碰谁谁死。你别这么看我，要不下一个就是你。
不是，真是没有你这样的。你说你说个相声挤着人，好家伙，这三亲六故全死了，那小区的招谁惹谁了也都死了，没有这么样，你这样的没法说相声了，哪有这么干的？你说说，说一谁没有，说一谁没有，说一谁没有，我去，我就这么方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呀、啊？那捧成要这样，你不也都不乐吗？那不是你，大家伙都来了，你好歹你给我弄一人，弄一人，你给我挤兑挤兑。你们家人是拉出来的是吧？就你给我对付一谁，就你给我哭嚓来一谁。嚯！完我就一说，你这有不就完了吗？这就能逗乐了。你不能说谁没谁呀、啊？哦，明白您的意思了。这对不对、啊？您说一个人，我说有，您就能逗乐了。太对了。这逗哏的矫情，我跟你说、啊，行，您说一个，我说有。那天我碰见你弟弟了，我弟弟，对，有他弟弟，我把我弟弟救活了，我弟弟假死，行不行？啊，假死啊，你弟还有假死？有，你弟弟是个盗贼呀、啊，哎、啊，盗贼还？对，假死，好，他弟弟有了，我们琢磨琢磨怎么祸害他弟弟。对，他弟弟是哪儿没有呢？哎，不是，别祸害、啊，我是有弟弟，但是你碰不上。你有弟弟我就能碰上。我还告诉您，我弟弟打出生到今天满打满算三个月都没抱出过门去，你哪儿碰去啊？不是，我说的是你亲弟弟。亲弟弟一母所生，一奶同胞，那就不对了。怎么呢？你爸爸死八年了，他哪儿来的？在这儿等着我呢。